五讲问答时间，最近最难抢的手机是什么？应该是华为吧。久不久总是有亲朋好友们问我，你的 Mate 40 Pro 是哪里买到的呀？我抢了几个月都没有抢到。听说 P50 出来之后，有很多想要 5G 的朋友想回去抢一台 Mate， 结果发现居然还涨了一波价，连线下都要加1200才能买得到。哎，就是这么巧啊，荣耀出了一台对标 Mate 的新手机，那我当然得看看，所以今天就来带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上手吧。哇，等会儿我给大家找一张图来看看，不能说是很相似吧，只能说是一模一样。拿出来看，其实这个质感还是很不错的，磨砂和光面相间，居然有充电头，太上流了吧。除了这里的电源键的颜色不一样，其他地方基本上是一模一样。这次的 Magic 3有三个版本，分别是 Magic 3、3 Pro 和至臻版，对应的是什么大家也就明白了哈。我拿到的就是这个至臻版，处理器用的是骁龙888加，当然是带 5G 的，屏幕是非常眼熟的大瀑布屏，和 Mate 40 Pro 那块差不多，分辨率没变，但是刷新率变成了120赫兹。摄像头这个就比较复杂了，5000万的主摄和6400万的3.5倍长焦，广角比 Mate 40 Pro 还要再广一些，是11毫米，可以说整套就是个标准的2021年的旗舰机，再加上了这个非常经典的外观。那关键就是它的体验到底怎么样呢？我问了一些朋友 Mate 的卖点是什么，大家的反馈基本就是稳定、信号好，而且好看。好看这个我觉得见仁见智，不过在外观上，如果喜欢 Mate 40的话，应该对 Magic 也是差不多的感觉。磨砂和镜面相间，中间还是微微凸起的，摸着手机就感觉像是摸着手机的大动脉一般，特别奇妙。摄像头虽然超级大，但其实并不怎么凸起，而且它的重心设计其实还挺不错的，基本上不存在往后翻飞出去。我估计这块后盖应该还蛮贵的，可千万别摔了。屏幕的参数其实我觉得没啥好说的，但是有个细节，之前 Mate 40 Pro 用来看 B 站的 HDR， 颜色会明显不对劲，而 Magic 和三星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。屏幕上的挖草也还是有 3D 面容识别的，支付宝的面容支付也能用，系统用的还是 Magic UI， 设计风格比较接近 EMUI 最后一个版本，除了不支持手掌操作和碰碰音量，功能也大差不差。之前一直在用华为的小伙伴们上手估计就没有什么困难，不过我最喜欢的是终于不用这样去购通知中心了。最重要的信号问题，很多人买华为最关注的就是这个了吧，毕竟是有血统的。我住的这个地方呢，其实信号挺不好的，来做客的小伙伴们经常就连不上网，把 Mate 和 Magic 放在一起跑个分试试看。外放的表现也很不错，基本上 Magic 和 P50 Pro、 Mate 40 Pro 就在同一个水准上，只能说互有胜负的水平。虽然华为和荣耀现在已经是完全独立的两家公司了，但是这还有图标呢，速度还挺快，云服务也是华为的，所以包括换机生态什么的，基本上是不用担心两家不互通的问题了。虽然新特性可能还没有支持，常用的功能倒是没啥问题，比如说刚发的这台荣耀 V7 Pro 连上以后，多屏协同，文件互传都没啥问题，而且它也是120赫兹的 2.5K 屏。我觉得最香的是它这个键盘居然有触控板，带出门的时候比直接往键盘里面一插还怕掉下来。一直以来华为和荣耀都是公认的打不了游戏，还有句话来形容它。现在换上骁龙的旗舰处理器之后，再来试试看咋样，跑个原神基本上是肉眼可见的比 Mate 40 Pro 要强一些，而且我手感觉到的温度明显也会低很多。 Mate 40 Pro 这边上边框和屏幕就会变得特别烫手，不说顶级吧，但肯定不存在绝缘游戏的说法了。好了，终于到了经典的相机环节了。不过说实话，现在旗舰机的画质真的就是伯仲之间，神仙打架，拍照迅速，成像速度很快，在发挥正常的时候，比如说长焦，有时候甚至能把新晋大哥 P50 Pro 也锤两拳。这里就放几张样片给大家参考参考，我觉得这个表现应该算是绰绰有余了。不过我觉得更好玩的是这个功能 Log 模式，点一下它变灰了，不好看对不对，编辑，这里有几个现成的 LUT 随便套，第
电影模式里面还可以同时把 4K HDR 和 LUT 一起打开，其他手机我还没有见过能同时看 HDR 和滤镜的。最关键的是这个 log 是真正的10比特的 log， 因为它的细节会更多，所以又会比普通的滤镜处理的更加细腻，对画质的影响也会更少，更克制一些，整体录像效果还算挺不错的。到这儿差不多就讲完了，这是荣耀近段时间来的第一台旗舰机，总体来说就是很均衡，基本上没有很明显的短板，定位确实也足够明确，就是要对标 Mate 40系列，而用上了888加的芯片之后，估计出货量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最关键的是在这个比较特殊的时间节点，它有 5G 和 Magic UI， 虽然不是鸿蒙，但如果各位小伙伴想买一台 Mate 40，苦于买不到又不想加价便宜了黄牛， Magic 3确实还是不错的选择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，如果这期视频你觉得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。那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。